三国羁绊王，玩把瞒着。锁着甲，可以。我准备好了。锁着甲，魔抗可以用。给轮黄子儿，正在觅食。三三国，女神之泪，怎么能升呢？这波，这波怎么才能升呢？派克撇了，要不撇了升，打连胜，可以。打不过，哎呀，连败三国了。龙魂布兰德，龙魂得三个吧。不要，换一个吧。我很想给派克先上点装备打打工，但我想还是算了吧，拉倒。哎呦，我这波要赢，可以啊！三国终于赢一把了，不容易啊！还是得升啊！我发现还是得升，这不升不行，还得升。小炮带攻速。
先拿这个吧，先拿全套的，正好我们还能有个位。这塔姆也没啥用啊，但是他能升一个，那我让你上了吧。你既然你能升的话，算了，我这大卫先撇了，我决定先给塔姆上个这玩意儿了。小炮撇了，给塔姆来点装备，好理解不？这塔姆我觉得特别猛。这塔姆这波指定老猛了，舔吧！别人打他不掉血，他 A 一下就吸血。哎呦我塔姆！但是这波谁到了伤害虚区？没事，盖伦在右边转起来了，给我舔塔姆，还攒一块钱，漂亮！哎呦我操，三国皇子，这再不要这还像个人了，这还啊，这再不要这还像人了，拿着。但如果天选皇子拿了，我们就不能拿天选瞒着了，反正这主要看你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还是说我们一会儿再换？可以换皇子，其实不厉害，可以换。差个位，差个卡特，差个蛮子。攻速给锁着甲魔抗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我先拿个龙。皇子来了，这波塔姆撇了，龙撇了，先给轮子妈上点装备。还得是轮子妈的虚区，我这一看呢，别的都不行，还得是轮子妈。你们俩打他一个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可以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升了吧，升了，上个大位，差一个蛮子。无敌了，齐活了。
能赢就行，只要这三国是可以赢，他就还是行的。差一块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们说这三国，我六个三国哪个人不要呢？包女儿不要。我看啊，卡特瞒着黄鸡三个，喂黄子盖伦六个，包女儿不要，也就包女儿不要，包女儿一会儿撇了吧，包女儿，把包女儿撇了。赢了就撇包女儿，赢不了那也没办法啊，先撇个包女儿。要包女儿啊，那不要盖伦，那包女儿已经撇了咋整啊，那留一个吧，留一个三国杀二就那么地儿。哎呦我操，魔抗瞒着，这个瞒着我们拿下来直接无敌，兄弟们直接无敌，让你们看一看这瞒着的威力。我们就不换了好吧，这黄子我就不换了。还是换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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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黄子给点装备呀。给了俩假人儿，他们都是两个假人，只不过有的人没上。这不等狼哥，你是没想到的，这有啥好等狼哥的呢？偷个零分也行。那假人留着下崽儿啊，假人升级是自己升的对不对，不是根据英雄来的吧，700点血，别人的多少血，那后边那是不是我的瞒着啊，你大爷的。自己升的吧，自己升，嗯，换个位置吧，省着打不过，万一打不过就拉了，千万不要说是铤而走险啊。
随便给吧，我装备已经齐了，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小弟一个瞒着有没有？看看能不能拉八啊？如果能拉八，我们先拉一手八吧。啊，先拉一手八吧。先来个卡特琳娜。卡特琳娜给点啥装备呢？给个泰坦行不行？卡特琳娜，差一点，就差个蛮子。哎，这回应该能等拉八了。刚才差我一块钱，你大爷的！合个火炮啊！我看看啊，火炮、泰坦、龙爪、冰心儿。火炮、泰坦、龙爪，哎，瞒着自己带回血的不？那瞒着，瞒着有没有技能带回血的？回不回血？瞒着，战神有回血，那也行。战神有回血，这样吧，我换一下装备。我这火炮先给了卡特，搞个冰心可以。先升啊，先拉个八，拉个八吧。打完今儿正好拉八，拉到八五十块一个大地，一个大地。递出来个蛮子就行了。我就在纠结，你说我这黄纸到底卖不卖？这黄纸，这黄纸卖了，万一我收不出来东西了怎么办？他蛮子已经二了。黄纸都删了，不卖呀？行吧，那拉八再递两费英雄不好递了，拿一个吧。我得搞个三战神，我给他上个派克，上个沙米拉，再上个蛮子。这黄鸡可以呀，我们拿个鸡吧。可以，这鸡，鸡有人要没？这鸡，完了，鸡没了。拿贵的，不拿贵的，拿黄纸吧，让他拿走了，拿黄纸吧。正好拿黄纸还合了，挺好。没事，合合呗，反正锁家没有用。呜呜，
哪个侠漫天飞雨？裁决神盾永恒之身，他们家三星泰坦，那我们肯定赢不了。你这臭弟弟呀，你这弟弟一个呀，三星泰坦就这水平啊，三星泰坦啊，就这水平啊，这泰坦你们知道少个什么玩意儿了？少个日炎，泰坦少个日炎。我先拿卡特顶一手，装备都给上一上。我还有两个神盾，挺好。漫天飞雨，漫天飞雨。哇，这落手有点猛啊！这落手，这落手，哎呦，这落手！哎呦我操，这洛手，这洛克萨斯之手，知道俺们家现在少个啥吗？终于有点乐子了，打野怪断连胜，俺们家现在少个日炎，少个黄子的日炎，给个大腰带吧鸡哥。腰带鸡哥，腰带完了，终于有点乐子了。小弟一手蛮王，行吧，咱们不如动手吧。啊，这正在觅食，这打铁时间到。蛮王呢？完了，胃呢？胃撇了吧，胃生不了了。姐也撇了。漫天飞雨。黄子卖了去地去，黄子不卖吗？黄子都要删了，不是黄子不卖吗？蛮王呢？蛮王，啊？沙米拉鸡呢？鸡也行啊，都给个鸡呀、啊，这鸡。这鸡放这儿吧，这鸡我人多，我这老些人看着吗？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来了蛮王，给蛮王装三件装备，动一动，插个战神哈。把那盖伦下了吧，盖伦不要了，包女还能有点用，包女盖伦撇了吧。啊啊，我没有包女，那盖伦也得撇了。盖伦上个三战神，
上面还住了个奥恩。六三国正常魏也可以不要，魏下啊，魏下，但是魏先不下。拉酒吧，这不拉酒，这得拉酒了，这看看我们这大蛮子，蛮王给我点虚缺，蛮王蛮大哥，这刮痧是吧？又是一万个人搁这打着泰坦，哎呀！我说还行。这波拿奥恩，拿蛮子，拿春哥，拿龙爪吧，这波啊，没有一个能用的了，这波拿龙爪。他们有一个那落手，那三星落手前排整个龙爪，他这是个屁，让他砍到龙爪身上，让他一直砍一直砍。我看给谁呀、哦？我给卡特琳娜，卡特琳娜，别给我发问号啊！别给我发问号，我给卡特琳娜。我这蛮王一刀啊，一刀九十六，但是他这一星你知道吗？就是星有点低了，一刀308，砍着安妮儿不行吗？这蛮王。一会儿奥恩的装备给谁？随便给呗，还抽装备啊？这哎呀，不抽。来，随便给吧。死亡之舞，就给你呗。那奥拉夫这呢？一会儿把换沙米拉不就完事了吗？那皇子还能不能升三了？那皇子。我现在正好能拉到九，哼，看见这落手没？全往我那龙爪上面。这洛克萨斯之手稍微有点厉害啊，这个洛克萨斯之手主要还是我蛮王没有升到二级啊，没有升到二级，等我的蛮王升到二级了，这就不一样了。饮血剑这不挺好的吗？派克两刺客三战神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羁绊，这羁绊多完美啊！这羁绊，你是没有机会。看我神威！差30块钱，三轮，一二三，三轮我估计正好决战。奥恩稍微往后放点吧，
我这瞒着是不应该放前排呀？感觉呀，上来让人干，然后夸直接一个转儿。瞒着呢，还得靠着卡特，我发现。53，没打过。瞒着没看见虚区，瞒着那右庄啊，1652，瞒着。主要卡特没干过那奥拉夫，你知道吧？没事儿，看看下轮输不输，下轮输了直接拉，下轮要是不输再顶一轮。上九换天选。上九换天选可以换五费的呗，五费天选最好是沙米拉天选。哎呀，五费天选不行啊，不换了吧这天选，我找不着三国没用啊，这哎呀，剩三个，那下轮得升了啊！下轮得升了，这轮得升了啊！这得升了，升沙米拉，少上一个人。随便上一个，随便上个五费，上个蛤子行不行？正好我们两个决斗。别急啊，等我稳一手，瞒着升到二，黄鸡升到二应该是能赢的。这波我们拿一个沙米拉还是拿个黄子，黄子能升，拿黄子吧，正好黄子升了，黄子一升把这个东西一给，哎，让他劈前排，奥恩往前一放可以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好，这就对了啊，这就对了。大地手黄鸡快递，找个瞒着，找个瞒着，找个奥恩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这装备。别着急啊，看着落手砍谁，落手砍谁我们给谁啊，这玩意儿最后再给也是可以的，打赢了漂亮啊。这不瞒着的虚区出来了吗？主要是没升你知道吧，主要是没升，这不升了不就完事了吗？这升了这也没打赢啊。游戏结束，这七人口你是玩个屁，拉倒吧，游戏结束，继续沙米拉，沙米拉拿下，随便一点，游戏结束。羁绊王，羁绊王还是多一个，你下去。
你也下去。嗯，这不对呀，这。C B A S， 哎，还能有一轮。我怎么上了两个奥恩呢？我有病是吧？我怎么上了两个呀？最后还能打点装备，挺好。我打的有点快呀、啊。差一只奥恩，哎、嗯。黑切，没人给了，给你来一件吧，给你来一件。差两个蛤子。10块钱递俩蛤子，能递出来吗？递了一个蛤子，看看我们的蛮子啊！耶，看见没？看不是蛮子，看这蛮子虚缺，死了，有点弟弟，这也不行啊，这蛮子。黄鸡给不了了，他有一件神话了，神话只能装一件，不可以装好几件。学到了吗？学到了，请把学到了发在公屏上。